便啊，能遇到三明治最好的因缘，它会指引我们的降佛道一个正确、正确的路啊。那善知识其实是，你对这个善知识啊有一些认识，那觉得就是说，它是你可以依止的，对它的能力方面呢、都觉得没问题，很自然的会发生练习的。只要说好，我以后啊在结果的旅途上面呢，我就依止这位老师。那以前我们知道，以前拜师他们是很慎重的哈，三跪九叩啊，这个有那个拜师的礼啊。然后大概就是依止这位老师以后啊，我们就是就是专修，不杂修，不杂恨啊。那老师叫我们修怎么样过功课啊，我们就做怎么样功课啊。这个是坦白都是蛮严肃的，也不是说嘴巴。说啊，我拜个师凑个热闹，这样就叫了，这样没什么意思，这没有任何意思，这只是依止老师啊、那老师不在的话，老师的那个著作啦，或者他的录音带啦，录像带的部分呢、都常常的看，常常看啦、常常的指导啊，这样子去受持啊，还有一个像昨天老师在讲啊，不要杀生，起悟啊。是杀生啊！哎，讲到这样的时候啊，你是不是啊？觉得说这样子很困难，那很困难的话，你这样子，你再依止这个老师恐怕就也蛮困难的哈、老师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啊，我们也想说，我是不是做得到？如果做得到，好，没问题啊。那这位老师只能依止的话，我们就花这些半心了。那这样子 OK 的，没问题，因为你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就觉得，就是说拜师的内心是这样子包含的。所以我们台中在跟到一直受老师皈依以后啊，就有几位师兄弟啊，他们真正的要跟老师学正宗学啊，真正的学正宗学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大家来主动的话题要拜师，要拜师啊，因缘是这样子的啊。那大概就不是双方的弟子，真的要学正宗学的，在这里发生。这样子去正心来拜师啊，就容易跟老师相应。那自己因为这个是很慎重的哈，很重要的事情，就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。如果要符合这个条件的话，就 OK 了嘛。对拜师方面，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研究。参加法雷会的话，我知道，就是参加香港法雷会的，那只是一个机构，一个组织。对，那你这个每年的交会会，然后法雷会它举办这些活动，然后可以参加，这是属于一种参加的组织。但是老师他其实没有组织，老师到哪里应该说哪里就是道场。我们意识老师是意识这种精神人格的一个传承。对，老师传承法雷会，老师的是很尊重。不然你要再去日本参加法雷协会，我还要再带点。拜师他不是说我要归属于某个机构什么的，而是说我的精神上啊，只以对某机构为老师，以我们真宗法雷则相承的三国七祖、金王圣人、莲禄善人这些祖师善知识为自己真正的人生向导。那这里面就是比这个，应该说我个人觉得这是比皈依还更严格的一件事情。因为皈依的话，你是三宝弟子，那么佛法你可以尽可以吗？法的无量誓愿学，对不对？皈依老师之后呢，你真的拜师之后，首先是我们以法雷则的教法为我们是重心，为我们是礼子。对，不然的话呢，要给老师丢脸。如果我们的言行说出来做出来的话，那个电炉师门，那我觉得我们大家甚至考虑，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背很多的因果。对，就说自己如果不堪的话，就不要，先不要勉强。对，能准备好，对，准备好再来。那如果说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是发自内心的。对，也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就是有些师兄我没有通知啊什么的，这个不是我个人的一种偏见或者怎么样，我个人也是因为很难，有时候就有人情，有时候是佛法。那么昨天老师也说到了，在佛法里面是没有人情的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就是提出我的一个看法。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是拜师，那学的就不仅仅是佛法，而是法雷则教法。对，那么这法雷则的丛书，这应该成为我们自己依止的教典。
其他文化呢，你如果说看了会乱，这个你很有兴趣，那你先换一换，以我们这个为中心，这是第一个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对老师具足信心，这真正的拜师应该是是善知识无佛。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，那可能我们就不应该这启动拜师念。那第三个呢，我觉得很重要一点，老师很强调这个佛法，这个道啊，道是一体的嘛。那如果说我们人道这一方面，可能某些方面还有欠缺，就是、表现出来的言行啊，会让师门蒙羞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先准备好之后再来？有一些师兄，就有个别师兄的话，就是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他很热情，让你准备来。这个不是我了，因为有请示过老师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因为我们也不敢去这个师兄做。那因为最初这一次的拜师的话，是因这个起源呢，也是因为跟林师兄刚好我们在法坛的时候，林师兄讲的时候，他们在太原拜师，然后我当时想哦。我倒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因为当时我在香港的话，我是一个人皈依的。我当时，因为我以前已经皈依过了，我现在一个人皈依，我觉得我在内心里深处是实实在在已经归入师门了。但没有想到说，哦，这个在传统里面我还做过拜师仪式，那我就说，那我要拜师。那第二天早上我就拜师了。那么就当时在场的三位师兄，对，还有那其他一些师兄的话，我通知一下，临时过来。那这一次的话，应该是有准备的。先拜佛哈，先拜三拜哈，那么那个好，这一拜。六拜。
三拜。最后一拜，那么第二个九拜，起，好，那我们这个好，请坐下来。我が肺は阿弥陀如来の子でござるというのはね、これが一番賢い。那老师说呢，在日本那个文学很有名的这个夏目漱石啊，他不是写一本书叫《吾辈是猫》吗？啊，那老师说呢，那个是呢，那个是就说很没有智慧的啦。那老师说我们呢要有这种自觉，就说吾辈是阿弥陀如来子的自觉啊。一点我心点我还没在出来，无论生也好，死也好，皆是如来子，这个才是最有智慧的啦。好，我哎呀，你有事的话放在冰箱里面哦，因为我写的。哎呀，都还没在出来，我今天要死点我。哎，你有不在？我今天不会去的。意義もそこにあります。でそれ以外のことで私は遊びに出るときに会うから。那么老师说请大家呢就说要以这个如来子自居啦，有这种自觉呢，然后过你们的一生啊，那这样子也就不枉我说了千里迢迢从日本到这里来啦，就是不枉走这么一遭的啦。だからみんな兄弟ですよ。老师说，虽然你们是拜师啦，但是老师跟你们是兄弟哟、喔。老师跟你们是兄弟哟、喔，哈。世界のうちみんな世界よそのものやね。四海之内皆兄弟。みんなこれ兄弟だいちゅうで、あの信頼するにも言うておら。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呀、啊。任何人都要有这种胸襟。所以我担心来担心用的这些我在路那个手机玩的那个呢。老实说呢，原原本本呢、啊、我们都是这个我们说的生生世世的，我们说父母兄弟啊，不为父母兄弟也啊，那是因为这个人没有智慧啊，那么就说我们很短视，很短见啊，只能看到眼前而已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原本是应该要很亲很亲的啦，但是因为智慧不够呢，就是说只有自己的家属才是家属，家属以外的人就不是家属，这个就是凡夫啦。だからどこまでもその我が輩は阿弥陀如来の子でござる。所以これを忘れたらダメ。老师说你们不要忘记这个哈，吾辈是如来子哈，阿弥陀如来的子子哈，不要忘记这个哈，把这个带回去啊。这个也是老师要拜托大家的，不要忘记自己是如来子。现在我午後の部に入りまして、ちょっと私は先生、今日は午後終わりません。もう終わったら終わります。あとは夜だけ。午後はちょっとドライブに行ってきます。南無阿弥陀佛。老师说这个拜师就是到这里结束。老师说大家辛苦了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如来，我的佛啊！
是说不要忘记自己是阿弥陀如来的孩子啊，忘记了就会迷路哦，啊，没有忘记才不会迷路哦，啊。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佛陀佛，佛陀佛的儿子。你也是阿弥陀佛的孩子哦，啊，虽然你三三孩子，佛陀佛的儿子，啊，你是阿弥陀佛的，阿弥陀佛的孩子哦。一回強く謝るといいと思いましょう。はい。要就勇敢堅強的来，好走完这个人生。三界，三界来还是认得谁哦？哎，阿弥陀如来，侬不是没得过的。老师说你是阿弥陀佛的女儿啊，你是阿弥陀，你不只是你来，那阿弥陀如来子哈，是阿弥陀佛的女儿。你这个大师呀，这个叹气的时候。最近你也能看到那么多，看几年了都呢？反正我不能回家，他后来都不能回来，再留下。这几年嘛，看几年，这几年嘛，苦了一丢子了，后来就苦了，就是心里面没底了。那么老师说呢，虽然呢，哎呀，很直爽啊，那么就是说，脾气不太好啊，那么老阿弥陀佛啊，也不会嫌弃你。那么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呢，知道自己话就是说直接就讲出来啊。那么就说知道以后呢，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就能够修正的。不知道的人才没有办法修正，知道的人就自然而然能够修正。好。那么，这次拜师的你顶礼法师三拜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呀，不用。我们都是修兄弟，师兄弟，也不要这样子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就痛一个，痛一个。拜阿弥陀佛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拜师好会告诉圆满。